这位呢，就是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来者不善的不善，跟棋逢对手的对手。上个星期他的加入，让我们的战局起了莫大的变化。希拉，我爱你。他要演唱周杰伦的歌曲，他要演唱这首最长的电影。现在是我的第二次表演，第二次的 concert 啊、这首歌很难学。这首歌名叫什么？你现在能念吗？啊！今天晚上唱的是什么歌？今天晚上唱啊不，最啊最长的电影。你自己唱歌的名字都不知道。最长的电影。I think this song really challenging me because every time I listen to your song, I feel like crying. So I want to sing my heart out. 冰上的白，那就在海中。哇，因为我的中文真的不好。哎，等一下，韵母有这么多吗？但是我会努力学中文。记得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。记得，重记得。我的妆都花了，我的妆都花了。是谁要演唱这首充满感情，但是呢，有非常富有 R&B 风味的歌呢？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歌手。不是因为在乎。
时间，我们留了多远？应答话的圈，圈起了谁改变？如果再重来，会不会想回老来？还是不是不开口太珍贵？他属于不会给听众喘气机会的人，歌手，对不对？一直在不停的。他那个音色只要一出来，就直接就是震到你，就到你的心里去。Oh my god！ 希拉就是一个让所有人不明觉厉的歌手，不管你是内行外行，你懂不懂唱歌，你喜不喜欢音乐，光是他演唱的整个的态势跟那种声响，你会觉得他是个很厉害的人，这是超越语言的限制。可能他可以把那些歌词的音记成这样，真的太厉害了。我想要学别的一些外语的歌，学几百年都学不会。怎么样？爱给我两分钟，你给我十分钟。哎呦！